飞虎之前行即斩，边追剧边斗图才会更有趣。虎仔特工表情包，你说什么？这要深思的问题，容我想想再回答你吧。我都觉得好啊，手动微微的笑了一个微笑起哟。就这样静静的笑，但是我就是不说话，笑声能够代表想表达的语言哦。张兆辉说，你走开你走开，感觉年年都有新鲜的网络流行词语出现，电视剧里面也不能少。张兆辉礼貌地回应一个转头尴尬的微笑，这种解决尴尬的方式小伙伴们可以学着点哦。黄宗泽帅哥表示什么都不想说，就这样子静静地做一个帅气的美男子，对你眨了一下眼睛，有感觉吧？给你一个动着眉毛的眼神，你自己慢慢体会，能不能也给我来一个这样搞怪幽默的表情，我都想体会一下脸中尴尬的笑哦哦哈哈。吴卓羲，让你开始你的表演，先给你来点掌声，给你鼓掌加油打气，掌声不停，大神来一段你的拿手好戏吧，给力哟。亲们，最后黄宗泽帅哥你得说一声拜。Bye。